我梦到这个地方，我梦见一个人很年轻，跟你长得很像，还梦到一个美女。 您要是能带领我们找到匈奴的祭天圣地，那就太酷了！太难了。告诉我，圣地在哪？圣地只有大萨满才知道。为了他，连自己的命都不要。我怎么觉得这好像是另一个时空我的记忆？穿过这个树林，里面只有圣地，外人不能进入。 Ah!